其实我知道那个一定是他，只不过可能是我自己都未接受到这个事实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喂，收工啦，走先。好。喂，锁门啊。得 ，OK。我做错了什么会令你六年来都避开我？我急急忙忙 send 几封 email 给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是628封啊，你一封都没回过我。你有没有想过我感受的？ Holly， Polly， 我有嘢同你讲啊！你讲啊！呢几年我知系我唔啱。呢间铺会喺7月21日开铺。总之我搞掂晒啲嘢，21日前。我一次过解答晒你呢几年嘅问题，你等我。说服自己为我们将来，我该好好放低，不再那么。小孩子不能再这样的方式，我们理想也可以放弃理想中的文艺，我们再也不是小孩子，不要再偷偷的哭泣，不要再坚持随便哭红了你眼睛。我说什么假如为了深爱的酒放开，尽管多么不舍，我们心里都有固定的位置，不